有啊，你存起来了，转一下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嗯，还是要什么问题呀？这样就穿起来了。这个把袜子穿下去，把头穿，就袜子了。对呀、啊。再当做鞋把也是可以的。嗯。可以哟、哦，我怎么都穿不起来。另外一边呢？我这把鞋衣的，这个袜把鞋。嗯。如果忘了，就可以压到它了。爸爸完成了吗？拉一下。来，爸爸好了。嗯，对，终于好了。早安，早安。星星，你拿那个是什么面包啊？给我看一下。可爱面包，可爱面包转过来，好可爱哟！是现在拿刚刚的面包，嘿嘿嘿，超可爱的，一个要90块，天哪，嗯，真好，多好吃！昨天群群已经把他头咬掉了，帽子的头，对不对？把你的这个放上旁边。好，你今天看你吃多少，剩下来的先冰冰箱。你吃得了吗？一个，确定。然后还有番茄，昨天婆婆给你的很酸的番茄。啊，你萌奶奶也要喝掉了。可爱面包有没有好可爱？你昨天一直讲什么？在面包店的时候，好可爱哟，好可爱哟，弟弟。这两颗是什么？那两颗啊？我这边没有眼睛啊。哦，掉了吧？可是我不要掉耶。嗯？在你的手上。群群的晚餐，今天吃，这叫花枝跟面啊。那什么？那个是花枝。可是我感觉拿的小卷。哦，那应该就有可能是小卷跟面，然后还有，嘿，你的臭豆腐会不会太辣了、啊？所有的辣椒酱都在上面呢。慢慢吃，拿近一点，你的碗拿近一点，嗯。啊，是小卷啦。哦，是小卷啦。嗯。哦。晚餐。哎呦喂啊！你就说拿近一点啦、啊，群群。那还有一个一条彩虹呢。你那一条彩虹啊，碗拿近一点。还有。对。酱呢？它的酱哦。嗯。哪？哦，你说说，哦，原来这样，对，它的形状是那样子，弯弯的，月亮，哦，月亮，嗯，里面看三只小猪的故事啊，你就是、看一二三，好，好听吧，好，孩子听，跟我说，跟我说吧。你看小猪住的是什么屋子？嗯，是稻草。对。啊，问他小猪呢？那不知道。嗯，木头。木头。大小猪嘞？嗯，砖块。三号小猪嘞、哦？三号小猪嘞？是先加水泥，那再加锄头就干了。嗯。再盖就干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边降了长的。嗯。一号小猪。哇。你看他们住的三个房子，有一天是大羊说：“一号小猪让我进去。”“不行不行，你不能进来。”“哈哈哈哈，你看我的厉害，我可以把你的茅草屋吹掉。”“啊，我的茅草屋
会睡觉了，救命救命！晚安，二号小哥哥。你赶快进来，一号小哥哥进来。然后我们一起在屋子里。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。不行，你不能进来。哈哈，不，你们的木头房子也被我拆掉啦。一号小猪，赶快跑跑跑！救命救命！三号小猪救命！啊，我的房子里边就有你们房子进来吗？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。不行，你不能进来。哎、欸，我可以从烟囱里面进去。我们赶快放火！啊，我的尾巴着火啦、啊！太刺激，太刺激，太好。三只小猪的故事。你看，这是什么字？是 T K T K， 嗯 ，H H R R E E， 不知道。那你知道 L L？ 不知道。I I T T T L L E， 不知道。P P， 不知道。刚才讲过，对不对？一样的。I I A 不知道。G G 不知道。S S 对了。一只啊，一只三只小猪住在房子里。啦啦啦啦啦！你问我它是怎么做的？好，一号小猪的房子是怎么做的？是稻草。好。二号小猪的房子是怎么做的？不知道。嗯，木头啊，木头。三号小猪的房子是怎么做的？先叠砖块，然后把先用一先把砖块用平，然后再用水泥，然后再久了的以后，然后再晒干了之后，它就会变亮了。哦，那个是什么？稻草。对，稻草的。跟一样，它是稻草。对呀、啊。跳一下。那我进去，让我看看。不行不行。你看我的厉害，噗！一下稻草房子就被吹走了。哦，救命救命！好，二号房子小猪，这房子怎么做的？稻草稻草。二号。砖头砖头。木头。对，木头。嗯，那我可以用很大的力气蹦，吹走，弄倒。救命救命！我要去找三号小猪。完了，他们进来，我们房子进去。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。啊，我怎么吹不动？哇，你看他用力气都吹不动。哇，这房子很坚固哦。啊，那我总有办法，有办法呢，从烟囱里面进去吧。嘿嘿。啊，我的尾巴着火了！救命！你让我去，他从烟囱想要跑进去，他们用一个东西，用一个按钮按下去，我的娃我的娃娃都没有可以帮我拿。妈妈，哟，你在唱歌？怎么了？你要拿你的娃娃是不是？对，但是我拿不到。这里。我就不要扶板了。我会，不要再跳了，你真的是很危险的小朋友。我不会危险，但是怎么了？哎，不动不动，君君君君，浓浓浓浓浓浓，为什么浓浓浓浓？为什么浓浓？到时候那个镜头会脏掉、啊，不要动哦，嘿嘿，小朋友你要睡觉了，明天早起哦，妈咪要送你去学校，所以你要早起哦，下来啦，我不下来，小朋友晚安。现在是。丢石头大赛，每个男人都在丢石头。君君。
你在丢石头，看谁丢的比较远。哎呦，这么大个！这是男人的乐趣吗？我是称之浪漫。我们来，哦，宜兰，那叫情人湾吧？不会太热。不会太凉，刚刚好舒服的天气。